南方准备，五四三二一，好了，比赛开始了。 Beauty R 很小心，但是废铁 RS 果然还是这么有冲击力，第一下倒是废铁 RS 被撞翻了。现在 Beauty R 占据着优势，现在废铁 RS 得想办法让自己空翻回来啊，因为你也不知道 Beauty R 的弹射器到底能用它还是不能用，现在终于翻了回来。目前为止双方是处于一个均势的状态，我们看到 Beauty R 它的这样一个前端非常的低，又铲翻了一次，太低了。你得说 Beauty R 的驾驶真的很漂亮啊，我们第一次看到废铁 RS、现在没问题，现在可以翻，是的， Beauty R 的弹射器没有问题。目前为止废铁 RS 通过那一次先翻 Beauty 让自己扯平了，但是是在场地上你追我赶，是的，这一场比赛出现是一场经典的操作教学，我们认为的中国最好的驾驶员迎战英国最好的驾驶员，这会一场非常重要的对决。天哪，侧翼 Beauty R 侧面的一块护甲被打掉了，但是 Beauty R 根本就不怕这些，他的设计就被这个使用了。现在 Beauty R 又被掀翻了一次，但是又自救了回来。目前为止废铁 RS 占据着巨大的优势，对，小林啊，小心啊，背面，是的，背面腹背受敌，这是非常不好的情况。现在我一看到 Beauty 被卡到场地那边，比赛要结束了，废铁 RS 五四即将获得胜利，二一 KO， 恭喜废铁 RS， 我们第二届 FMB 冠军再次展现了中国操纵者的风采，大家为废铁 RS 鼓鼓掌吧。他们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，虽然对手的操作也依旧强劲，但是还是抓住了。